大家好，我是卢志军。今年十月开始，政府中心已经找专家建议，开放十八岁以上的台人都做得住次世代预防下进入对家上学，特别有糖尿病、癌症、病脑筋或是心气管扰乱的慢性病的民众，强烈建议国家组织们次世代预防下，最有效降低感染重症的死亡的风险。次世代预防下是针对今年出现的 Omicron 病毒株设计，保护的海南河海南族的预防底下比一点五的新型的变异株造成的威胁，不然还没有慢性病。注射之前都会有线上评估，抗疫身体状况问题过安排注射，注次世代预防下提醒自我保护的。